地球的点缀 Russian 的 YouTube 工人频道，不谈感情，永远不结婚，永远不需要另一半，单身非常习惯，已经55岁的 Russian 说，一，什么人会喜欢有另一半？二，什么人根本就排斥有另一半？以下选项可以复选。一，情人节另一半送你礼物。二，情人节你要送另一半礼物。三，你的另一半每月交薪水给你。四，你每个月必须交薪水给另一半。五，你必须帮你的另一半赚钱。六，你的另一半必须帮你赚钱。七，你为你的另一半煮饭洗衣。八，你的另一半为你煮饭洗衣。九，你三不五时就要送你另一半礼物。十，你的另一半三不五时就要送你礼物。十一，你的另一半会带你去游山玩水。十二，你必须带你的另一半去游山玩水。Russian 当然是选的。Russian 认为有另一半根本就是多余的。在年轻20岁左右的时候，跟男友交往过7至8年左右。Russian 年轻时，以前的男友跟我都有在赚钱。每个月他赚他的，我赚我的，他花他的，我花我的，各花各的，各赚各的。Russian 年轻20岁左右时，连情人节他都不在身边，那根本就是花心大萝卜。情人节都不知道死去哪里了，有情人时，情人节反而是特别的寂寞。那是年轻20岁左右时交往8年的男友，为他整理洗衣拖地，多余的事物他也永远都看不到，他还嫌我建议他去买洗衣机，各付一半，他只付一半的钱，他就舍不得，舍不得的要死。当初的年代，Russian 20岁当初那种年代，用手洗实在是有够太辛苦。Russian 觉得单身情人节没有情人反而是不会寂寞，不像那种 有那种情人的那种心境是不一样。Russian 永远选择单身，在 Russian 的眼里看来，男人实在是太没用。请不要再 Russian 哥哥的结束。